为筹募马来西亚佛教信学的菩提中学迁校基金，由檀香基金会、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协会联办菩提之夜人间因缘演唱会。这场义演共筹获台币780万，悉数捐赠给槟城菩提中学作为迁校基金。当晚邀请了多位马来西亚知名歌手演唱人间因缘歌曲。马来西亚佛光山总住持领众共读师父上人所著为信学功德主祈愿文，为参与此次菩提中学迁校奉献心力的有缘人及出钱出力的功德主祈愿，同时也希望菩提中学能够茁壮成长，造福更多子弟。最后全体法师、嘉宾、歌手们也参与点灯及演唱传灯，灯灯相传，象征华教薪火相传，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场面祥和感人。人间卫视骆文强、戴同心，马来西亚报道。